F 四是许多人小时候心目中的男神的经典组合，像仔仔、言承旭、吴建豪越来越帅，就只有朱孝天消失了一阵子，然后之前现身商演活动时身形明显发福成大叔样，引发热议，让粉丝吓到吃手手。多次被拍到大走中的朱孝天也自曝离患纤维肌痛症，只要吃药身材就会发肿，并无奈感叹自己像垂死。不过最近他老婆大陆女星韩文文晒出两人的甜蜜合照，并甜蜜写道：辛苦你了老公，祝你生日快乐，2018心想事成。让网友感叹仿佛回到当年 F4 的西门帅样。早前朱孝天因内分泌失调需要吃药治疗，导致身材忽胖忽瘦，尤其朱孝天最近现身商演时身形明显发福，已经胖出双下巴，当年流星花园里的帅气西门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完全的中年大叔样引发热议。不过相隔一个多月后，在老婆韩文文晒出的照片中，朱孝天不仅瘦了，还瘦出尖下巴。朱孝天不但瘦回尖下巴，精壮身材更是引人注目。也有眼尖的网友女方腹部肚皮明显隆起，明显尤其许多网友看后纷纷热议，有喜了吗？宝宝了吗？看到小肚肚了？文文这是怀孕了吗？不过朱孝天、韩文文都尚未正面回应。网友惊呼，当年的西门又回来了，大叔重返青春。不过更抢镜的是韩文文腹部明显隆起，疑似有起。朱孝天与韩文文2016年4月结婚，当时承认对老婆是一见钟情，相恋不到一年就决定携手一辈子，两人婚后生活也十分甜蜜。朱孝天本月15日迎接39岁生日，娇妻韩文文深夜就晒出小俩口合照，谢朱孝天生日还陪他开工，并甜蜜写下辛苦你了老公，祝你生日快乐，2018心想事。